开了吗？晚上好。对，我今天心情有点太好了啊！我又好又不好，我没有，我其实没有买到东西，我其实没有买到东西，我真的没有买到东西。我基本上主要去买。是去买给大家的礼物，所以又买了鸡腿耳环，我买了鸡腿耳环，不是，本来我是想买衣服的，本来我想买一两件衣服，没买到，享受过程，看我现在脚痛死了，买包了吗？没有买包，没有买包。真的吗？我语速变快了，懂吗？没有感觉。按摩，得了吧，我跟你们讲，我现在房间真的是乱成了一锅粥，超级的乱。我准备收拾一下房间，明天就要走了嘛，明天要回去了。对，我买了两双鞋。哦，对，我今天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买了两双鞋，我很喜欢这鞋。我不是，就是这个。哎呀，我干嘛？就是我那双靴子不是穿了很久嘛，然后我又买了两双靴子，我又买了两双靴子，就是可以穿很久了，终于有鞋穿了，我终于有鞋穿了，耶！应该不会超重吧？感觉会，因为面膜有点重。啊，完蛋，可能会超重，超重怎么办？超重，那就只能超。我没有吃晚饭，我没有吃晚饭。我刚刚回来，其实我很早就回来了，但是我那么晚开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要交那个拍立得嘛，然后我刚去补拍了几张，还挺好看的。还挺好看的，景华请吃饭吗？我准备去北京请他吃，因为我跟他去北京，就我明天直接跟他飞去北京，因为有其他的工作。对，我明天，我后天，可能大后天的样子，过两就是。对，大后天，可能大后天回广州。被拐跑不过怀瑾真的很好，我跟他待在一起好开心哦，我们俩笑点都很低，每天笑个不停，就每天在床上看哪个视频好笑，然后分享给他看，然后两个人一起笑。本来一个人在那里笑，哈哈哈哈哈哈，结果变成两个人的声音，哈哈哈哈，就我们房间每天充满了欢乐。没有没有，我比较兴，可能比较兴奋的时候语速就比较快，我一般语速都挺慢的，我白天的时候语速还挺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蚊子真的老是咬我的脸，难道我是过敏了吗？我不会是过敏了吧？可是看着又不像啊，看着又不像，它就是起那种疙瘩，糖吃多了会起那种疙瘩吗？买驱蚊的东西吗？没有买驱蚊的东西，水土不服。水土不服会这样子，就是
感觉会起那种蚊子咬的包包。我不知道哎。没有，就我自己去。无比的，谢谢。我可能大概播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样子哦。谢谢，可能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的话，干些啥呢？我饿。哦，对，我改用了化妆品，韩国护肤的，韩国这边的化妆品。但是我感觉我今天皮肤好润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感觉今天开直播比昨天要润，前两天要润，为什么会这样？哦，我知道了，对，我昨天晚上忘记把面膜撕掉，然后敷了一个晚上，我真的敷了一个晚上，我觉得那个面膜真的是太补水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它还是有一点点湿润的，你们知道吗？我都惊了，确实不好，但是我真的太困了，我这两天没有睡好，就是后脑勺那里特别的痛，我今天一直在捏它，我没有睡好，然后感觉脖子后面就跟怎么就跟断了一样，不是。我就是害怕它把我的水分吸收了，所以我把它撕掉了之后，早上起来又敷了一片，就是我昨天晚上到现在我敷了2片，可能这么水润还是有原因的，看来我皮肤很缺水。其实今天韩国姐姐化的那个妆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她给我化的妆有一点点很沉很橘，就是整个眼睛都是橘色的，然后后来我有点不习惯，然后就把它改。后脑勺就是这里，我给你们看一下，后面这，就是后脑勺那里，后脑勺，去北京按摩一下会好吗？对啊，因为前两天不是通宵拍摄了嘛，然后我每次一通宵完，就是第二天到第三天都会睡得特别晚，就是。那个睡眠时间会有一点点调不过来，哎呀，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一直在敲头，我现在脑子都是有点胀胀的，偏头痛，哦，这是偏头痛，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对呀，哼。我20岁，我好累，我才20岁，我真的很累，我好难，我20岁我好难。你回来啦？没有，我拿东西。拿东西。没事啊，我回去就会好好休息，如果没有工作的话。我不是啊。好奇怪，为什么酒店的网这么好，但是在酒店一楼的网又不好呢？好神奇。不是怀瑾，走走还在拿吃的。vlog 拍的怎么样了？还行吧，还行。晚上看一下哪些能用，然后剪一剪。抖音还差4条，其实我已经拍了几条，我已经拍了好，拍了三条了，我已经拍了三条了。我的皮肤变白了，错觉，是因为我开了美白。我今天晒了一个上午的太阳，我觉得我回去肯定又黑了。我好不容易养白的，可以的。等我把这个直播关了，我就去发抖音。拍了还不发，我觉得拍的不是很好。
抖音有期限吗？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吧。就明天之前发，应该是明天之前发。不要你觉得，要我们觉得，你们觉得好吗？你们有没看过？腮红不是，是我打的腮红啊，今天腮红打的比较多。没看过都觉得好。哪吒怎么样？觉得哪吒怎么样？继续再黑点，不想黑了，我不想黑了。帅，真的吗？我也觉得，又尬又帅。吓人吗？不吓人啊，肯定觉得吓人，就是没有看过哪吒。肯定是。就是他那个滤镜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要再跟我提刘海了，我已经买了好多发带了，我跟你们说，以后天天见我，一天一个发带，七天不重样的，买了7条，礼拜一带哪一个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带哪一个我都安排好了，还买了好多贝雷帽呢，发带贝雷帽交替着换，刘海什么时候长长，什么时候我就不戴。不过我觉得很好看啊，就是可能我的头型比较适合戴那个贝雷帽吧，后面可能比较，这里比较圆的脑袋，然后可能戴贝雷帽就比较适合吧，可能吧，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有发带，我觉得也挺适合的，挺好看的，挺好看的。我现在每天都会再研究一下时尚，看看杂志啊什么。对呀，你的，发带比那个好，比哪个好看？发带比哪个好看？我和我堂姐真好玩，我都好久没有见到她了，可以参考谁的造型。我有参考，我参考了很多。我这两天去做造型，我都会拿他的照片给韩国的就是妆发师做。漂亮。韩国倒什么时差？韩国不需要倒时差，为什么要倒时差？走吗？你们拍完了？怎么可能？差不多吧。嗯。差得多，差得多，多的去嘞！我的天哪，我们心理作用是差不多。加油！嗯，心里给你们打气。我希望是差不多，但事实就是差很多。啊！要拍多少？一个人拍50张。对，等我拿手机。这比水着的时候少多了，但我还是觉得好多。我真水着。对啊，拍立得。80张好变态。礼物我最后买的啥？你们猜一下。你们猜一猜。你们猜一猜。你开完戳我哈。好。戳你们，就是微信上戳我。好。我们俩都是雷雷勾呀勾。什么类的？饰品类的。这是乡村粤语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凭印象小时候看的那些粤剧啊什么。对啊，是，谢谢。视频类啥意思？视频就是类似这种啊，这种啊，这种啊，就叫视频。对，皇冠
也叫视频，谢谢。对，简直。但是，对，4D，一个啊，当然是一个，我们有限制。一个，我有，但是是女款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我买的是我的尺寸的，然后就是我戴过的。我觉得那个很好看，我觉得那个很好看，我觉得那个很好看，所以我就买了。这什么东西？谢谢，谢谢。虽然今天不是我的生日。男朋友一样，怎么？没关系，男女其实都可以戴，男犯可以戴在小拇指上，都可以，都可以。对啊，可以挂在脖子上。对，你们提醒我了，我是想着可以挂在脖子上的，我想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对啊，挂在脖子上就很有 feel。有那种纪念的感觉，我是这么想的啊。去年其实我送那个笔记本也是，其实我想在里面写一些东西，但是就姐姐说不能写，我就放了一张拍立得在里面，然后拍的那个是什么？好像就是拍的笔记本，对，拍的就是笔记本。昨天。不是这个衣服啊，昨天不是这个衣服，昨天是黑的。老清凉，我发现拍旅行日记这样穿挺好看的，而且今天我们去的那个场景有一点点的日系，挺好看的啊。然后昨天又很现代，我就感觉我穿的这两套都还挺。适合场景的，小钱前辈就是钱少前辈，他昨天穿了一身超级日系很森女的，然后去了那个去了明洞，就很现代。然后今天我们是去了三清洞，就是那里的那个地方就很比较森系，然后就完全是相反的，真的，小钱前辈。完全是两个相反，就是如果他两天换过来的话，就是刚刚好搭配的完美。不是啊，主要我们也不知道他场景，主要我也不知道场景是怎么样，我就是搭了两天的衣服，然后昨天穿那个，今天穿这个，谢谢，反差才突出。那不会进局子啦，真的是不会。谢谢。进局子，那么想我进局子吗？真的是躲进局子里面，酸酸甜甜就是我。我是你的小橘子，谢谢。我的脑回路，不好意思，我的脑回路有点清奇。我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毕竟是当初就是
进团，就是参加 SNH 中视的时候唱的歌是我最响亮，就是那个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这首歌我好像一直没有跟大家说过啊，不准笑我啊，对，我就是唱这首歌，我还没有跟大家说，救命，我现在跟谁说他们都要笑我。真的是什么，不要笑啦，不要笑啦，不要笑啦，很好听好不好，这首歌说明我是一个很怀旧的人，说明我是一个很怀旧的人，从小听的歌长大了还要听，谢谢。2006年的歌，2006年有什么歌？我今天还在跟怀金讨论，那个有一首歌叫什么的第一场雪，我在想不是2008年的第一场雪吗？他跟我说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我记得是2008年，是2002年吗？怎么我记得是2008年啊？谢谢，好奇怪啊，我还跟他争辩，小奶。哦，有可能是2008年那一年的时候，就是大家唱的比较多，对吧？我记得很多人就是唱的都是2000。哦，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难怪，那难怪。小时候就是老是听到就是唱这样的，谢谢。我知道2008年奥运会，我那个时候超喜欢他们那个福娃欢欢，我最喜欢欢欢。对，红色的那个。我最喜欢欢欢，你是我的贝贝，什么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土啊！啊，我这个直播间怎么那么土啊？不，我很潮流的，我最近在努力钻研时尚。各方面提高，妆容、服装全面发展，我要做 fashion icon。我这个衣服很好看，好不好？我很喜欢我这个衣服。思想高度怎么了？我的思想高度怎么了？说思想高度，我的思想高度可以跟得上的。谐音的潜质是什么意思？谐星吧，你们说的是谐星的潜质吧？我一直认为我没有，因为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很正经的人，就是跟大家讲话都是很正经。但是我会跟熟的人就是会可能跟大家这么聊这么多，可能也是因为出道比较久吧，然后比较慢热，我真比较慢热，我没有搞笑，我说真的我确定啊，我当然确定。你不觉得我之前直播就是，好吧，你们觉得我之前直播比较活泼，也没有，我最开始直播我记得就是没有什么话讲，就很多话都不敢讲的。我今天直播是一本正经搞笑台风，其实我直播都是
平常的样子啊，真的都是平常的样子。我最近直播很活泼吗？一般般啦，也不是很活泼啦。我以前语速好快，是的，什么？平常也是憨憨的样子？没有啊，不是。No， 也不是我第一次见怀瑾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两个是在房间里面各玩各的手机，然后沉默。排完练就躺在手机，因为我们俩都很宅嘛，又不愿意出去，因为外面太阳特别大，我就躺在房间，而且那段时间就也很累，因为刚过完总选嘛，对，就是不怎么说话的，然后大家跟我说他很有趣，然后说怀瑾是个话痨，其实我当时在想，真的吗？然后后来发现，哦，是真的啊。这两天吧，就是来到韩国的第二天还第三天才就是比较放开，对，刚开始都是比较文静，刚开始真的都比较文静。对，我真的有一些慢热，现在。挺好，我觉得他挺好的，跟他性格挺合得来的。而且也不慢啦，也不慢啦。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就是交朋友，就是叔叔带过来他女儿，然后他女儿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嘛，他女儿是跟我差不多大，然后跟他当天。就我很想跟她讲话，因为我觉得她很漂亮，小时候，然后我就很想跟她讲话，当时我很想交朋友。我晚上就她走前半个小时，我们才讲的第一句话，然后就聊嗨了，你知道吗？然后她走的时候，我还问她，我说下次你什么时候来呀？她就问她爸爸，爸爸下一次我什么时候来呀？我想跟蕾蕾多玩一下。也不是啊，也不是啊，我小时候也漂亮，小时候大人都会夸小孩子漂亮，对啊，就真的记得很清楚。对，可能相互都想，但是都不敢吧。没有水。哎呀，我随便说的，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我小时候很像男孩子的，我小时候真的很像男孩子，我小时候没有现在漂亮了，真的。哎呀，受不了我自己了。现在也像男孩子吗？女男孩子会戴发带吗？男孩子会弄这么留这么长的头发吗？今天不像，今天不太像。平常跳舞的时候可能还会像一些，跳舞的时候穿的都是那种 T 恤、牛仔裤啊、运动服啊这种。没有，男团带的是那种运动的声音响。对，我最近声音又有一些那个少年音了，我感觉，因为我这两天录那个 vlog 就听回放的时候，我也可以啊，我没有带过诶，我感觉我也可能不适合那种。一直都有啊。我录 vlog 说的话多吗？我想想啊，我都是说的有一些些的流水账，
真的有一些流水账，还是有说话的。我有说话、啊，嗯，我不会后期配音的，我绝对不后期配音，我谢蕾蕾绝对不会后期配音。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会，我怎么不会了？后期配很简单，好不好？小影，然后开那个录音加进去就 OK 啦。没有啊，很简单啊，这种主要是视频跟视频的连接比较难吧，我觉得。对准场景的真的是有点难啊。后期制作觉得很简单，是用电脑制作吗？一般是不是电脑制作比较简单？因为那天我在后台，然后就看到绵羊前面拿着电脑在剪 vlog， 我一看，哇，好专业。然后我就问绵羊前面，我说你是在剪 vlog？ 对啊，我说你一般剪 vlog 多少，就是要剪多久？如果精致剪辑的话，可能要剪个4个小时；如果不精致的话，应该2个小时吧。然后他说你要我帮你剪吗？我说。我眼睛都放光，我说真的吗？可以吗？然后他说，嗯，1000块一条。好了，打一下折，700块。然后江山在旁边，喂，你刚刚跟我说剪一条 vlog 多少多少钱，我有点忘记了。绵羊前辈真的好厉害，而且他好会穿啊，我觉得他的衣服都好好看，他的衣服都好好看。对，你们怎么知道？是的，没电了，低于20%了，商机来了。我有什么商机？有什么赚钱的？自己学，哦，对哦，自己学，然后就可以帮别人剪，那不可能啦，我这个要太费时间了，这个太费时间了。vlog 讲，我绝对会剪出一个出来的，我绝对会剪一个，怎么我都搞一个出来，起码10分钟。对，本来他是说上线是2个，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剪得出来啊，好痛，剪出来吗？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剪得出来吧。我录了很多，内存都满了，都录的。哦，可以分上集下集什么？有要求吗？没有要求 ，vlog 没有要求。抖音还有3个，当然要了。等我把直播关了，我就去把抖音发了。在开学前能看到吗？当然可以啊，因为我打算在开学后再发一个。今天会有明信片收吗？有，我今天拍了一些照片。什么？有时间限制吗？嗯，没有时间限制。晚上好吗？对啊，今天晚上大家都好吗？主要是收东西啊，然后还有拍立得啊，交作业啊。嗯，交礼物啊，外面可热闹了。
我这两天营业很勤快吗？我这两天营业的很勤快吗？我觉得还不是很勤快，真的。嗯？为什么？啊，可能是因为我在房间经常发东西。主要其实我不发东西的时候，就可能是那段时间，可能是那段时间状态不是很好。对啊，那段时间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就会有一点不知道说什么嘛。奇怪，我今天说话怎么，我今天说话老是要这样子，这个不太好。也不是我真的没有买很多东西，可能是渴了，可能是渴了。哎呦，说到渴了，今天我们不是在逛街吗？然后我们走在路上，然后就问。就问渴了吗？渴了吗？就我们说的是那个最近不是很流行一个渴嘛，就可以了吗？渴了吗？渴了吗？渴了吗？然后小组来一个，我真的渴了，我好像也渴了。欢景说，走吧，我们去买喝的吧。然后就进了一家饮品店，我们就去买喝的了。但是买的那个不是很好喝，太甜了。我发现韩国的。喝的好甜呐，牛奶也是，实在是太甜了，实在太甜了，我喝了两口觉得太齁了，齁死我了，没有喝完，太苦了吗？那是早上的，我晚上点的是那个叫什么百香果绿茶，你们能想到百香果绿茶居然那么甜？我还期待着它能酸酸酸的。美式喝完了吗？好像差不多喝完了吧，哦，就剩一点点，就剩一点点。没有无糖的选择吗？我没有问呢，他们这边就是没有说什么三分甜啊、七分甜啊、无糖啊这种，就是没有看到这种选项。去糖的奶茶很好喝啊，索然无味。为什么索然无味？可以要求，那是我没有去要求，那我没有要求，没有去要求。反正我就。糖可以达到保养的效果，不要骗大家，糖会只是会损害胶原蛋白的，它会破坏胶原蛋白，所以糖吃多了不好，大家不要多吃糖，吃多了糖会变老的。抗糖，我好奇怪，我可能我是真的有点过敏。但可以变快了，但是其实吃糖的话就是确实就是学习的时候嚼一两颗糖的话会比较好，心情不仅心情会变好，脑子好像还会变快。等一会儿关了直播我就赶紧卸妆，没有脸红是打了腮红啊。但是就是因为在小夜曲那会不是减肥嘛，然后会低血糖，我就有开始吃糖，然后到现在就是对糖的接受度其实比以前要高很多，真的高特别多，我以前一点糖都吃不了，但是真的吃糖会破坏胶原蛋白，真的糖真的要少吃。
低血糖吃饭更好吗？哦，我这个让人操心的孩子，我为什么一点都不喜欢吃饭？尤其早餐，我们已经约好了，我们明天准备把锁座拉起来，因为他是那种起不来的，他是那种，他起不来，我跟怀瑾都约好了，我明天早上去吃早餐，我起得来，我绝对起来吃早餐，绝对，绝对起来吃早餐，不吃早餐亏死了，谢谢。对，明天回国，明天是，中午离开酒店，下午的飞机，就是还挺好的这个时间安排，就没有，没有很早，就是没有很早，也没有很晚。机场秀准备好了吗？我本来今天想去买一条就是搭我机场的裤子的，然后就关门了。就他不给我试，其实我已经找好了，但他不给我试，他不给我试，我又不敢买了。我不能买，主要是我，你知道吗？我主要是那个信用卡，啊，我为什么要把它锁起来？我真是，我为什么要把它锁起来？我就不应该把它锁起来。说起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把它打开了。很难过，弄得我现在回国要去银行去弄这个东西。其实之前也没有花很多，就是之前花的都是会准时还的。谢揣揣。因为我今天看到那个鞋子真的很好看，就是我这双靴子真的穿太久了，就没有鞋穿了。我最近都是一双匡威，一双靴子，我觉得百搭，我什么衣服都可以搭这两双鞋子。然后我就基本上没有买，我大概有半年吗？有没有半年？我大概有个半年没有买过鞋子，这位是厉害。我的心情可以看看吗？明天如果你们就是接机或者送机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在克罗地亚买了很多鞋子，克罗地亚不是去年了吗？克罗地亚就是去年的这段时间呀，半年没有买，那确实是半年没有买。不对，我买了拖鞋，去年鞋子被我放，我去年买了什么鞋子？好像，哦，不是很好搭衣服。对哦，那个好像被我跳舞跳坏了，那个斯凯奇，对，那个被我跳舞跳坏了，然后穿回家了之后，妈妈觉得很好看，她就留下了，我就给妈妈穿了。跳坏，很正常啊，很正常啊，不是，也不是啊，也不是啊，就是旁边会有那个，也不算跳坏了，就是跳的有点旧了，就旁对会磨多了，因为鞋的那个侧边嘛，就如果是那种很厚的鞋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侧旁边就会那个。啊，你们懂的。啊，对对对，你们懂，对，懂的。然后，我今天买了什么？我还是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买的东西吧。然后我就把直播关了，我就收一下东西。我现在房间实在是太乱了，就已经是有点无从下脚了。看一下，买书包，没有买书包，就我今天买了这个，胶原蛋白。
好像说我好老年人，好喜欢买保健品。我真的买好多保健品，挺好的，多吃点保健品很好。我吃二十不可以吃吗？我们天天熬夜，有必要？有必要？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用抗衰老的精华，你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定格在那一年。真的，你从20岁开始用，你就定格在20岁。你要从30岁开始，你就从30岁开始定。那当然要趁早啊，真的呀。没有骗你吗？你们没有看过吗？就是很多网上很多人这么说啊。维生素我当然会准备啦，维C， 然后还有什么，反正都准备了。对，熬夜确实胶原蛋白流失的太严重了。我觉得你们肯定也是经常熬夜的人，因为我经常发房间很晚的时候，你们就都会看到有人回，都会看到很多人回，就是为了等我。那你们怎么知道我这么晚会上线呢？因为我熬的夜，可拉倒吧，真的是，难道天天都在看手机吗？因为知道我经常熬夜，我也没有经常熬夜啦，我就是工作的时候我才会熬夜，感觉我没睡。那你们也是厉害哦，那你感觉我现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感觉一下我今年会不会挂科。真的是还很有感觉嘛。让我看看我还买了什么。给你们分享我的耳环，我真的好喜欢买耳环，我是中毒了。我觉得耳环实在是，我买耳环会开心哎，我买耳环好开心哦，买了一个这个，嘿，哎不是很贵，才好像才20块，好像是20块钱，这个比较便宜，也有100多。然后我买了这个梳子，就是你们知道这个牌子的梳子吗？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发现它有一个这么小的这种便携，我就觉得很方便，我看到我就买了，很棒。这个虽然是有一点贵，但是它真的可以用很久，就是我有一个从出道那一点买的，我一直用到现在，就很好用。我之前不是接发吗，它是唯一一个接发了还能梳的梳子。买了一支眼线笔，一盒眼影。哦对了，我买了怀景的那个眼影，怀景同款的这个眼影，这个眼影的颜色好好看， Kate 的这个 BR5 House， 很好看。非常的百搭。然后还有什么，我看一眼啊，我怕拍到我的房间啊，因为太乱了。为什么在刷15啊？出道的时间是吗？给你们看，还有这个耳环，好好看哦。
其实它也不是很贵。对啊，我是啊，我是给粉丝买了戒指啊，已经给姐姐了，已经给姐姐了。对啊，已经给姐姐了。怎么是项链啊？那给错了吗 ？Oh my god！ 啊，他给错了，他给成项链了。啊，哎，嗯，算了，也挺好看的。啊，因为他们俩价格一样，然后。我没有看，因为当时左左跟怀金他们两个人蹲在门口等我，因为我在选那个耳环嘛，他们俩蹲在门口等我，赶快买了，赶快走。嗯，嗯，来不及啊，明天来不及了，算了，也挺好看的，没关系，我这次没有买项链，挺好的。算了算了算了。还有好多没有教的牌里的，都是我觉得不太好看的，我就觉得不太好看，给你们看一眼，我真的觉得不太好看，我觉得这个你们给你们看，你们也不会觉得好看的。这张我觉得不是很好看，我就没有教。然后还有这张，这个兰花指我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你们应该也不会喜欢，我就没有教。那个兰花指，有点奇奇怪怪的，然后还有这张，我觉得这个裤子那有点太短了，这样坐着就这样坐着，我怕大家觉得是走光了，其实我是穿的黑色的裤子，我就不想叫。然后还有这张，哎，这张挺好看的，为什么没有叫？对，可能是脸太暗。然后看得出啊，哦，看得出，哦，哎呀，算了，太短了，不好，不太好。然后还有这张，我觉得这个表情太忧郁了，感觉像谁欠了我钱一样，我就不想交。然后还有这个，我这一组早上的时候拍的肿肿的，那会有点太肿，因为很早，然后我就没有交。这个哈，真的，不觉得，我觉得好肿啊。然后。这个反正就很肿，这些我都没有教。这些都不是很好看，其实都拍得很胖胖胖的，都拍得很肿。诶，这个是我私藏的，我觉得很好看，我觉得这样很好看，然后我就私藏了一张。哎呀，我给你看，你们不就看到了吗？刚那些有很丑的吗？为什么要给你们看？不应该给你们看的。明明不叫，就是为了不让你们看到。真的吗？真的吗？胖胖的耶。嗯，这个是表情没摆好。这张太黑了，
哦，这样像没穿衣服一样，但它这个爱心正好挡住了我的衣服，就怪怪的，所以我没叫。其他都不是很好看，我觉得，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怀景拍的，这个拍太近了，这个角度都拍成鱼眼了，就不是很好看。所以没有教的这些都是我觉得不 OK 的。然后 OK 的我拍了，OK 我拍了，然后可以发给你看，可以发到啊？不会吧？不会有人喜欢吧？反正这些都我都觉得不是很好看，然后拍了的都是交上去的，这觉得很好，是吗？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张，就那会的刘海剪得很好。反图，好呀，那我一会儿拍一张，好可爱这张。一会儿拍一张。还有什么可以给你们分享的？让我看看，还有我准备填填肚子的东西，结果吃了两口就没有吃了，我再吃一口吧，因为早餐到现在了，早餐到现在吃的第一个东西好像。对，我没有吃晚餐，因为回来一直在忙，回来一直在忙，我中午也没有吃，我中午在休息嘛，会有点口干，我喝口水，太甜了。我不喜欢。今天没有买到衣服，所以我很难过，所以我真的很难过。不止，没有有吃了，我早上有吃。对，现在是韩国时间1点多了，哇，有点晚了。我播了多久了？我播了1个小时了吗？我播了有1个小时，有了。这么快吗？这么快吗？那我关了，拜拜。晚安，早点休息。我今天都讲了些啥呀？